主料：五花肉400克，腐乳3块，辅料：冰糖30克，姜丝、葱丝。大料：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先要买好有肉皮的五花肉，煮五成熟，筷子能夹透就盛，然后放在碗内，用3块腐乳碾碎，浇足乳汁在肉上，放入腐乳和30克冰糖，最后放入姜丝和葱丝，还有大料碎，上锅蒸一个小时。烹饪技巧：肉完全烂了，也入味了，非常非常的好吃，不信你也试试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